最近呢又收到几条差评，这个实在是抱歉。就是很多朋友说收到货以后觉得生蚝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，尤其是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您看啊，大家看这个肥头大家满意吗？咱以这个紫视频为重，这个就作为一个标杆了。说实话，我卖的是活海鲜，毕竟呢这个生蚝这个东西呢也带了壳，我尽可能的给大家好好挑。但如果说收到货以后，他说真的就是没有说达不到这个标准的，没有关系啊，就哪怕是稍微差一点的，你只要找我，我绝对认这个账，是不是？做生意呢，我也想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黄楼拿出我们做生意一个态度。这个希望大家多理解理解，如果真的感觉不满意，你找我们客服就行了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白花钱的，谢谢大家。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还是实惠点好。就像我们这个生蚝，你虽然说是大小一个价的，但是其实是个三两左右就挺好。你看圆圆溜溜的，而且呢不大不小，一口一个，非常的带劲。大家放心啊，就收到的生蚝，如果说没有这么肥呢，哪怕一只我也是给他赔偿的。就卖个生蚝没那么多套路，这个大家放心，给咱们家里孩子尝尝鲜就可以了。我吃了啊，过瘾啊。嗯，像豆腐一样嫩滑。很多朋友啊，看到我这个生蚝肥，就说买不到视频里一样的。我估摸着啊，是很多朋友上过当。那咱们很多朋友不知道，在我们家非常的简单，就收到的货有一只不是这么肥，一定要给咱们客户拍照，我们就是全部的。质量方面呢，我们好弄给大家发出去。这个喜欢的朋友呢，你就放心拍就行了。大家看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您收到货以后对比一下，喜欢的朋友放心吃啊，我先吃了啊，过瘾啊，鲜。这么大的生蚝，很多地方都要15一只。现在呢，大量上市了。我们村里呢，每天都要捞几万斤，卖不出去就冻了。所以现在这么大的，精挑细选，跟小的一个价，不管吧。不是这么肥，你放心，你退回来我也没必要了。拍照联系客服，哪怕一只好意思的。没去过的朋友，快给咱们家里孩子尝尝鲜吧。这有朋友跟我说呀，说你别演了呀，你给我们展示的生蚝这么肥，反正收到货以后又不一样。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在我们家里呢，是我们村里整个黄牛给大家发货，一个一个给他精挑细选。就平时买一只这么大的，可能需要这个15-20块钱一只，但是在我们当地呢，成本都是一样的。而且呢，给大家做的保证是，因为你是看到这么肥的生蚝，你给他买的嘛，就收到货以后您放心，哎呦，一只不是这么肥的，你只要拍个照片给客户，我们家里都是给大家出的原价。真的，我们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下贱。喜欢的朋友呢，放心给咱们家里孩子尝尝鲜，真的是就这么大的，一口吞不下，非常带劲的。来个大海螺肉啊。这个黄的话干特别的香。大海螺，一口啊。